我们第一个演奏的是莫扎特的《费加罗婚礼》。莫扎特的《费加罗婚礼》是他的歌剧序曲，这个歌剧是喜歌剧。大家知道，戏剧分悲剧跟喜剧。喜剧呢，它的情节呢，常常呢有很多诙谐的场面，有很多善意的误会，等等等等。莫扎特写这个东西的时候，第一，这个戏曲啊，是演出前的晚上，跟别人一边聊完天他写了，就这个就了不起。所以中国元代的有一个理论家，诗的理论家，他说一句话，就是"一语天然万古新"，就是如果他说的话是很自然的，是很天然的，那永远都是很新鲜的。莫扎特虽然那么短的时间写的，但是他是不朽的，所以这是一个。另外，他写完了以后，因为这是个开场音乐，开场音乐呢，就好像中国的戏剧的开场锣鼓一样，就很热闹，音就比较多。那个皇帝听完了就跟莫扎特说："他说莫扎特先生，你应该承认你写的音太多了。"莫扎特跟他说："陛下，一个音都不多，正好。”所以就是说，这是个很有趣的、很风趣的一个东西，一个喜剧的一个序曲。像这里面有一些东西，就是他为了表现一些诙谐的场面，他把人间的那个互相逗趣、说笑，那种争论和突然的一些惊喜，他把这种东西都融入他的音乐里面来。我想很想让大家知道莫扎特是怎么做的，因为今天的音乐会不是一般的音乐会，就是一个很通俗的，也希望大家都参与的这么一场音乐会。所以呢，我们给大家特别的把这些片段演示一下，希望大家呢等然后欣赏的时候，整个全体欣赏全部欣赏的时候呢，可以感觉到这些东西。我们先把这个段落，就是我刚才说的，好像大家都在聊天聊天，在聊天当中争论有一种惊喜，把这个片段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大家好像在